对，就是如果有在打那个有打镜子的主力角色，等级是有高与怪的。精英怪也是更比他们高。这里呢，都是哎、欸，哇，这让我蛮意外的。亚历莎雪伦也是高于怪的等级。你说阿加特从闪三开始就一直是鬼机三 RD 的 SG， 对啊，啊，但是我是说他鬼机。FC 的时候原本是别的，所以还有第二个 SG， 他就一直用这个，他们都不会有新增，这就是过往的人的 QQ 啊。开始吧，不过里根也是只有两个 SG 啊，对吧？他只是那个 SG 一直在改名字。对，这么一想，你就觉得也还好了。嗯。啊，接下来我觉得也不用特别换了，我们就酒杯。また雰囲気が変わったみたいだな。何か大規模なものを作っていたみたいですが。すでに稼働していませんし、何とも言えませんわね。チッ、面倒そうな相手。好奇ですわ。剣道大丈夫、ね、手強いです。さあ、確認。哦，这还回复 EP 那么多，好爽啊！こんなのはいかがですよ。今です。很麻。続きます。は、はい。視線再看一次。お見せいたします。は。失礼。ですがもう逃げられませんよ。撞烂吧！私の番です。分析を開始します。分析完了です。よし。还是得爆。行くぞ。破防，嗯，这边哦有啦，有爆裂之力，六次行动。行くぞ！现在需要大量的输出，这只血太厚啊！とどめだ！タイガーチャージ！三万八，今だ！続きます。行きます。デミガンナー、起動。ポイントゼロ。わあ、動作。崩れました。速攻ですよ。追击大师。一回来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。
我开玩笑吗？逼我完尾哦！Nice fight! 那怎么放养呢？来完成任务。出现啦，人形啦！蓝，強行突破だ。レイジングハンマー。こんなの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。ジャンプ。哦，这真的很麻呀。続きます。よし。免费魔法，这个道具来一下，识货地属性，呀，好痛啊！真是 ATS 超高的，哎呦！私の番ですね。はい。ごめんなさい。先に行きます。レベルアップ。是因为打幻形那个人形的关系吗？竟然是这个道歉。你说任务有要打强敌的数量，那就不用特别解啊，就慢慢来。又来，红色的。長いは無用ですわね。行きます。俺の番だな。行きます。はい。来一换的时候会先亮一下。Blind 的 ，No blind 的。会满，但我们会浪费一次。分析を開始します。詳細データゲットです。私の番です。再会了。还有三万。迎撃完了，先を急ぎましょう。レベルアップです。レベルアップですね。今天至少可以把关卡打到前面一点点，然后 BOSS 结束就交给下一次了。
太长了，打不完的。又来，但是，对啊，这里的怪都打完了，只差 BOSS， 所以我们连解也不用特别解。準備完了。おっと、宝箱だ。宝箱拿一拿，逃命就完事了。お任せください。行きます。哎，那台大只的挡路。大哥，借个货嘛。他路也借很少呢，哎还圈圈叉叉，我快跑！硬要挡路哎，这个过嘛？こいつは珍しいな。何必呢？我们这样等一定比打还要快啊，好不好？不解可以出去吗？不行、啊，我可以先看到他的头，还有人头、欸。呼呼，呼呼，飙车！哎呦，居然会打到 BOSS， 知道出乎意外。哦，没有，可是这感觉像……没有没有 BOSS， 因为没有回复装置，所以又是情报。哦，原物料哪里来的呢？看看，又有情报留下来给我们，人真是好啊！无法解完全部，一个池 ，bow， 哦，巴比伦计划，巴比伦 project， 没错，劫色的。可以下次再来一口气，啊，这样就比较顺，嗯，因为我们这边这一条路应该也是要来回走，刚刚有一个机关是在这里 ，OK， 下次再来。好吧，我们下周三再来继续挑战这边一二三三个齿轮。有一个人开这里的宝箱啊，所以要来回走。这只能说，这两个地方的战斗真是有够累，何必呢？这搞得比那个镜子还要麻烦。真的，下次我们这样就可以一口气啊，还可以打两边的 BOSS。然后礼拜五的直播会休息，我们这个出去。大家相聚欢的时刻哦，好，所以礼拜五休息，到时候当天也会发文，所以下次主频道直播是礼拜天，闪鬼就一样，不是闪鬼，创鬼一样，下礼拜三同一时间
再会啦，休息，大家晚安，战斗累了，晚安晚安，拜拜。